在山上唱的时候，这个那个回音呢，真的蛮好听的。哎，在山上真的打个咳嗽就有回音。对啊，我的歌练起来，我从小就喜欢唱歌了，我都是在海边练的啊，跟海浪一起练歌啊。但是你把海浪不要把海浪当作它很凶猛，它很温柔啊。然后这个海浪打上岸来的时候，真的很美很美啊，就可以跟它心情可以跟着海浪走，在山上也是一样啊，在这个山腰下，这个潺潺的流水声啊，下面唱歌那个真的很棒啊。然后带着客人到山上去，我都沿路都在哼着唱歌给他们听啊。这个就是我们一方面呢，抒发一些心情；一方面呢，把自己的文化也带给客人啊，带给大家。这是我希望的啊，谢谢。下一首我们请我们左边最小的弟弟唱一首歌，最拿手的啊，他不唱这一鸣夜，他不唱这一唱一鸣惊人啊，他往往等人很久很久才轮到他，我们给他唱一下，因为我的喉咙很痛，喉咙。
两个相当厉害啊。好，我们中场休息一下，喉咙要注意一下，口干舌燥。